可惜我们这一台四季宝贝，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挖掘它的核心技术，那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把我们身体不同部位在护理养生的过程当中需要的不同的波段和波形全部集合在了我们的这一台四季宝贝上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当我们要做头部护理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四季宝贝？诶，可以用。当我们要做胸部护理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四季宝贝？也可以用。当我们要做四肢护理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这台四季宝贝？全都可以用。也就是我们的融合波是绿俊幸福国际我们独创的，我们的实用新型的发明的专利技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支撑之下，它突破了很多的仪器。你做单个部位你就要换一台仪器，你做另外一个部位你又要使用其他的仪器。那么当我们拥有四季宝贝这一台仪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头做到脚，从前做到后，这就是我们的融合波技术。当然今天如果我这样跟大家解释，大家还不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融合波的魅力的话，我们想大家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享居四季护理仪的 2.0。 那么这个小小的仪器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测波器，就是看它波段波动的这样一个装置。那么我们说了它一共有六个模式，其实每个模式是不同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肩颈的部位，很多人肩颈酸痛的太多太多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选择一个肩颈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通过肩颈的模式以后，我们会看到，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让它来点开它，让它在运行。那么现在呢是一档，看到一档的时候是不是它的深度是没有那么深的，对不对？来，在座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波，上下的波峰它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显示屏上。那么同样的，我们来调节一下我们的能量，我们把它升到我们的八档。来，那么你看到八档的时候，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发现它的波形和波段都是在不同的发生改变的？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很多人用了我们的仪器以后发现淤堵的结节可以打散，对不对？这一些大的富贵包几次就可以把它熨平，像铁板一样的后背，那么做完以后变得那么的柔软。我头晕头痛做完以后，我的血液循环就能够流到我的头上去，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对不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对不对？看到了我们的肩颈背，有的人说了，说侯老师只说你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都是我们每一个科研人员辛勤的一个付出。好，我们再来选一个什么呢？哎，好，我们来选一下我们的微脸。那么微脸跟它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点开一下我们的微脸，我们来看一下哦。来，点开我们的微脸的模式，来，在座各位来看一下微脸的波是不是跟前面已经发生了截然的不同，对不对？以前我们发现上下的时候怎么打得那么深，但是现在的时候我们咋感觉到那么的平缓，对不对？因为你后背跟你的脸它的结构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的肌肉分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你不需要了解科技是什么样子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可以了。那么同样的，我们说了随着档位的增加它也会出现改变，但是你会发现我把档位加得再高，是不是它也没有出现除了我们这个屏幕呢？是的，这就是我们波形波段的这样一个不同。那么我们
享居四季护理仪二点零时代正式开启。享居四季护理仪二点零使用标准首次公布，实操手册文案课件，一对一实操演练，一次学习终身受益。笑容绕过汗水泪水放在太阳下，听听